小树。正是。以前我说过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我的手上，今日你倒自己来了。你以为你是知命境的修行者就能独闯我燕国王宫吗？再厉害的修行者都不可能以一敌众。楚明，你在唐国当质子的时候应该听说过春风亭雨夜的故事。我朝小树以一敌众的故事你应该听得不少。对，春风亭你是很威风，但那是有宁缺相助，最后还有神符师颜色出手。此地你孤掌难鸣，那又怎么样？那就死。杀了他！